的。会长、我们处长，还有我们天下卫视的王董事长，还有我们各位旅居美国的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我们在2005年。5月14日，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乔二会馆呢，乔二中心在这里举办了一场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易经心法、以风水学真理妙法来这里会心会友。那么风水跟易经的会友不限于华人，而是所有的大地山河，所有一切的圣众，所有一切地球人类的人们，易经风水妙法都是息息相关，也是我们生命的泉源，风水和易经。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先以易经和风水的法则来跟各位续我们的善缘。今天我们所讲的整个的重点，先讲风水学。风水就是宇宙虚空最大的生命原动力，风和水。记得去年在夏天的时候，我来到洛杉矶，第一次来到洛杉矶，看到这个地方呢，水呢，都比较枯燥，水分比较不足，又从远远的落基山脉引这个水源到洛杉矶来，那么从天上掉下来的水了、雨水了，就比较少了。我心里默默的祈祷着，若能洛杉矶这个地区呢，上天有更多的水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洛杉矶本来就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城市都市，相信会更加的祥和，而且大地充满着一片的绿意盎然。刚好我们在10号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前一天我听我们这里的一些乡亲告诉我说，师父啊，昨天这里下了雨。我心里非常的高兴，龙天的慈悲
诸佛菩萨的慈悲，啊，给我们这个洒净这个甘露。当时呢，我心里一直也在默默的在祈祷着，洛杉矶雨水会更加的丰润。所以风水，风和水是人的生命的原动力，风和水是人的生命的依靠、依托和依归。所以风水呢，不分人种，风水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在台湾，在40年左右呢，一个因缘遇到一位大师邱志航先生，邱大师，啊，他为一家非常不平安，而且呢做事业百般的挫折呢，他为他改了一栋住家，改了以后呢家里平安，改了以后呢，啊，他的事业呢渐渐就稳下来。所以我本人呢，啊，在那时候呢，因为我是从事都市计划测量工程的事业，所以在那时候我有内心的发一个愿，若是未来有机会跟邱老先生学到，若是未来有成，我愿意将风水学和易经，尤其风水学的方法妙法呢，要把它传到凡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有人的地方，我一定要来传。结果到现在40年后的现在呢，啊，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一步一步的印证到风水对人的关系。在风水学方面呢，本人学了很多的门派，有三元地理，有三合地理、九星地理、四大局地理，啊，奇门遁甲地理都有。但是我从这几十年来的印证发觉，中门是一条气入的一条捷径，但是还是要实证去证明。等到在23年前，因为我异常的生病了以后呢，才放弃测量公司的事业，而且呢全心全意呢，投入牲口义供养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来弘扬风水学的妙法。在这么20几年来，实证实实在在的印证风水学对人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离不开风水。尤其在二十年前的时候，从挪威啊到台中，到台湾台中，有6、7位挪威的挪威人呐，已经是大学，到台中呢，去问我说，他们每一家事业多不顺，家里很不平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而且他也跟我说，我很虔诚的相信上帝。哦，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给他们都很富有，给我们这几位都很不平安。我说上帝慈悲，给你有缘，今天来才会来结缘，你信上帝才有今天。哦，我把你的住家我用易经
卜卦的方式把你卜了，第一家你的房子地基太高，财守不住；第二家那个靠在山旁边不平衡，啊，结果呢没有贵人，啊，第三家呢，啊，你的当然是很漂亮，但是对面一条巷子冲过来，啊，血光不断，啊，第四家呢，啊，你这个刚好在山坡地的斜坡。前面的一出去就一条路下去的，好像舌头常常，这个叫做粗犷长舌象，好气喘不过来。那到第五家呢，后面有一条房子做得很漂亮，后面一条路冲到后脑来的，我说你家里的人中风特别多。结果做五家呢，他们做五个人呢。啊，他告诉我说：“你所讲的一一都对了，啊，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到我们家去，没有到挪威我们家去，而且你也不懂挪威的文字，啊，你为什么你可以用这三个铜钱，你就能知道我家里的吉凶祸福？我做中华文化意境，这个妙法的殊胜。”啊，所以这五六位挪威的啊，我们的朋友呢，好、啊，他非常非常的啊赞叹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还、啊、要我怎么改？我说你要改是要花很多钱，因为你要改一栋房子不简单，你背后冲过来了，你把树种大一点。这个气的它就会化掉了，你就平安啊。前面路冲来的，你把门换个地方，不要正冲，外门换个地方，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一过去你就会平安啊。再来呢啊，还有地基高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地基高的你变成上来的门啊要退后，最起码退后五六尺的，让这个气能稳下来。我一一的告诉他，你怎么来改正？啊，那个舌头伸了长长的，一直拖下去了。你把门换到旁边，换旁边，不要直接下去，那就好了。哦，这五六位呢，很高兴，回去改了。经过半年以后又来了，又来了啊！这六位朋友呢，他说：“师父啊，啊，我们都没有改，没有钱可以改，你帮我再算看看运有没有改过来了。”我说：“你没有改运，改不了啊。”那好了，我就算算看，一户一户一户的，又重新用易经来算，来帮他卜卦算了。奇怪，一家一家都稳定下来。我说你们骗我的啦，神说你骗我了。他说啊，你们的神那么厉害了，我们回去按照方法都改了呢。啊，你们，啊，后来这六位挪威的朋友啊，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到挪威来开课？我说我这话的一窍都不通，啊，我怎么去开课呢？啊，回去了，他又报了一些他们挪威的朋友，又到台湾去找我，去找我呢，刚好，啊，他一一的拿出问题，那我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学到弘道、行道，我是在解决问题，不是在找问题。问题每个人都已经有了，最清楚，那么我就解决问题。后来那时候我就也编了一本啊讲义，好、啊、不是这么详细的讲义，好、啊、我带给他带回去，他、啊、问我说能不能给他们印？好啊，你要印你就去印，因为这是大家能平安的话，
那我们也是一大福音啊。所以这六位朋友还有带了他的朋友呢，他就赞叹我说，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上帝太慈悲了，既然跟他也认识你啊。我说神啊，他们都相互认识啊，而且呢借过这种方式我来给你们啊，用这个易经三个铜钱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啊，我们在世间会碰到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啊。在有一次呢，刚好台中静宜大学，它是纯粹的天主教的学校啊，这教务长曾教务长他头痛了52年，唐山过台湾，从唐山头痛痛到台湾，痛52年。有一次啦，听到女婿告诉他说，啊，你的爸爸你头痛，你去找这个张老师，好，帮你用易经帮你卜卦算看看哪里出问题。啊，他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告诉我说，我信耶稣，信上帝的，我怎么可以信这个呢？护持维新电视台，女婿是空军的飞行员，告诉他说，爸爸，头痛就是头痛，上帝是上帝。好，你今天应该上帝有这个灵感，告诉你应该会找到有缘的老师帮你解决问题。结果呢，他来了，我帮他用易经算个卦，我算出来了，我说，教授啊。啊，你的房子，你最后面有两栋房子，人家两栋房子刚好一个黄火相，就往你后脑冲，一冲呢，你会高血压，啊，你会中风，心脏会麻痹，你要小心呐。他说：“但是我从大陆痛到现在这里来呀。”我说：“对呀，你大陆痛到这里来。”因为你住家错了，啊，不对了，啊，所以才会继续痛。啊，那我说现在上帝，啊，耶稣在旁边，他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他一直看你有没有洗手啊。我说好，我马上洗好了。好，那你怎么医我的头？我说上帝会借我的手跟你的头，好，把你加持，好，我们两个头两只手呢，我就把它按在头按着，我一心默祷着上帝慈悲，我的手借你用医这一位先生。哎，我就把它压着，过了10分钟，把它放开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到底是我们上帝，或是你们的王禅老祖？”我说：“王禅老祖请上帝来，上帝呢，他托王禅老祖呢，用我的手一起医你的头。”好，后来好了，好了。他就有时间呢，就去跟我探讨圣经，探讨佛学，探讨易经。我跟教务长说，这是易啊，真理，真理是易，也是易。若是没有正确的真理，讲他带再多再多的话都没有用，所以真理就是我们那一颗心。像圣母玛利亚，她呢把心
给大家看了这心。而耶稣也是一样，他把心打开来放一道光给大众。佛也是一样，佛呢他也放出光芒。鬼谷先师他手上长着八卦，这个八卦呢也是放出无量光来给我们所有有缘的人们。这个都是真理啊，都是真理。我经过很多很多的印证，无论在这里地球这里一个地方，我为了要印证到纽西兰是南半球，印证风水南北不一样，我发觉一个整个大原则，体啊，体和用身体的体一个结构。后来我把它归纳，我们的住家就像一部电视机，我们的门就是天线，即使你天线对了，电视机的结构错了，你这个电视机还看没有办法看。王董事长是不是这样啊？有天线，电视机里面组合错了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电视机好好了，天线就是门，天线你把它放错了，收不到天下卫视台的节目，哎，是不是这样？对对对哦，好，那你印证了，住家阳宅风水就是这样，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离不开住家的风水。曾经我们有一位大菩萨啊，他呢啊，这个尿常常失禁，要想到小便的时候啊，已经靠地澹澹，不知道怎么办。将近有六年，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在台中市第二市场，他们做纺织的，我一上来看他的祖先在这边，他的楼梯扶梯啊，刚好受在祖先的牌位，这桌子下面，那就膀胱了。我说：“哎哎，这个老菩萨，你家里全部都是膀胱不好？”“对呀，早上起来我们只有两间厕所都不够用，所以我们卧室都有尿桶，起来个人尿好才来倒。”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就是你祖先的牌位像这样，前面那个栏杆呢、啊，楼梯栏杆就直接送到冲到这个祖先的这位置。我说你赶快移，他说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哦，哦，我们安祖先位安好了以后呢，全家开始膀胱失禁。我问了怎么办，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你把祖先牌位移到旁边去供养去拜那就好了嘛。移过去了，哎，经过差不多一个礼拜好了，好了，他就来告诉师父啊，谢谢我替代我的祖先来谢谢你，我祖先他们也都尿失禁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把祖先宝贝，好宝贝呢哈，正在教了哈，贝呢，他们也是尿失禁，所以因为尿失禁，才会让子女也尿失禁。所以我们在住家很多问题会发生，神位，无论你是什么教，包括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相片呢，在看着心。看着心呢，啊，如果你供错了，你家还是会不平安。不是说啊，我耶稣了，啊，上帝十字架都没有关系，因为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和十字架和耶稣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啊。那么合而为一，这个是一种风水的本来的最大的宗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第七是执着，执着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么我们在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注意，你就会受到这个感应。所以我们身体上会有很多很多部分的不协调、不平安，这个也是风水耶。所以我们一位在专门在布道的牧师先生，有一次呢，因为小孩子他要开智慧孩子呢书都读了记不起来，他就带了孩子来开智慧，他就站在外面，他就不进去，叫孩子进去。我跟小朋友说，爸爸为什么不进来？爸爸他是信耶稣的，他说不能进来，如果进来耶稣会生气所以就不敢进来了。那个小朋友呢，他就是我一看呢，他记不起来，这是眼睛的问题。眼睛黑黑就是鼻子鼻涕倒流呢，造成脑神经呢这个记忆力会失去记忆力。好啦，我请小朋友说，你叫你爸爸，请爸爸进来啦。爸爸就说不行啦，耶稣会生气呀。又跟我说，进来说老师啊，师父啊，我爸爸说耶稣会生气。我说耶稣在这边，他说他不会生气。好，你赶快进来好了，真的耶稣有讲哦。他进来了啦，进来了。我说罪过罪过，让耶稣生气那么但是小孩子现在他问题，我告诉你，第一小孩子眼睛都黑框啊，表示他鼻子不好，鼻涕倒流你不要给他吃甜的，不要给他吃冰的早上呢，你要有空要热敷就好了。这个也是耶稣传的妙法他耶稣传了，对呀，因为耶稣是神，所有一切神都传会共同的妙法。他回去了就按照这方法做，过了三四个月以后，他又带孩子来，他老师啊，谢谢你。我可以不可以拿香拜阿弥陀佛？我说耶稣他也在念阿本啊，阿本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和阿本是同一位神我怎么不知道？耶稣怎么不告诉我，让我烦恼这么久？现在告诉你，你还来得及啊！我知道你这家风水不好，那风水它哪里不好？因为你的窗头睡的后面是窗呢，你平常把它打开来，晚上呢毛细孔都张开，风呢就从这边进来的，完全静止状态，这个毛细孔张开了，那么渐渐的，而且鼻子呼吸了，渐渐的里面鼻涕会倒流，沿着这里来，就是风水。所以风水和神佛
菩萨、如来、华都是一，都是真理啊。所以今天顺道告诉各位我们的华人乡亲啊，反正你看到小孩子记忆力渐渐不好，黑黑的黑眼眶了，十个九个鼻子有问题，十个九个鼻涕倒流，鼻涕倒流肉毛巾，早上晚上肉敷啊，甜的少吃那就好了啊。那房子小孩子的床位你就不要让他睡在窗下，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啊。回想在民国75年的时候，我们一位啊，以前我光华高工校长的女婿，他在美国太空总署啊，太空医学的博士，他鼻子呢也是早上起来哈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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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有70-80次哦，哈欠完了手脚都麻都软了，软下来必须要气喘，过了半个钟头以后才能起来，才能去上班啊。他这个烦恼呢刚好听了他的岳母校长呢告诉他来找我试看看啊。我跟某某博士啊，我用易经把你卜卦好，你卜卦你的床位有毛病，你的床的脚前面有晦气，我们的床呢啊，床睡的前面马桶晦气，所以造成你的鼻子大问题。他说对啊，我的卧室呢脚对着出去呢就是啊，我们的是他的厕所套房，结果一呼吸呢，一呼吸呢晚上这阿摩尼亚很自然呢吸到鼻子里面来，早上起来气候不一样了马上就哈欠。我说你回去还是要热敷，但是你把床位转了，凡是床位呢你对着这个厕所套房的厕所的时候啊，你的脑神经会有问题，你的肚子会里面会长瘤。他说老师啊，我长瘤已经开刀过了，那没有关系了啦。我说没有关系还会再长哎。哦，他说比较烦恼的哈欠。我说这哈欠还是严重啊，你转嘛，床位转嘛。老师啊，我们在美国房子很小，好，没有地方，你还有几个厕所呢？还有两个，那这个不要用当仓库嘛。他说不方便呢，如果厕所尿急怎么办？我说你在脚的前面呢，若是你不对了，你跑也来不及，懂吗？跑也来不及。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尊。还是要尿到半途。他对呀、啊，我起来都来不及耶。我说换嘛，关起来当仓库，那就好了嘛。后来呢，他就关了当仓库啊，另外一间用，那就没有事了嘛。后来好了呢，他告诉我说，奇怪耶，光这样我检查还检查不好，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了，很多会超越医学的。所以各位，我们的床位，我书里面啊，阳宅风水面面观里面都有讲啊，在错床位，我们的床的前面不要有电视机，电视机呢会长瘤，尤其是女人太太就会长瘤，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反正我们床位的前面摆着电视机，
电视一百呢，它辐射线，你们可以用一张布把它盖起来，一切啪起来，那个辐射线多厉害！而且我们睡着了，完全毛细孔张开开的，那个子宫瘤、卵巢瘤、子宫癌、卵巢癌，特别特别的会长这些怪毛病。在台湾有一家糕饼业，专门做结婚的礼品。啊，我们有学生的地址的，为了啊，这个女孩子的，她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礼品。那么男生呢，啊，他就这个特别贵，两个为了这个饼闹翻了，没有结婚呢。那多严重啊！我光为了饼恋爱八年，啊，为了一个饼就啊离开了，很可惜啊。有一天，啊，这个老板呢在台南海南市要我去跟他看，一看呢，啊，看他要先盖一个工厂，啊，我说先看你的卧室，结果卧室呢角的前面呢，刚好一台电视机，我说这个谁睡了？他说我老公，那老公就没有关系了，老婆就要子宫瘤，长子宫瘤，啊，他的太太呢，哎呀，老叔你不早点来，我两个多月前我才把子宫卵巢全部拿掉了，原来他就睡这边，睡的电视机的这一边呢，睡不着，很难过。好，后来换先生睡过来也睡不着，我说电视机拿掉好了嘛，已经拿掉了，这个就造成了我们的以后很多的病源，这个也是现代文明的烦恼。还有一位信徒，他的孩子长脑瘤，啊，因为房间比较小，他的一部电视机呢，他的小电视机呢就放在床头柜子上面，啊，他看的时候颠倒看，不然他就睡着了，听音乐也好，哇，那脑瘤后脑瘤长了，有一天带到宣博士，啊，要我帮他卜个卦，他孩子这个脑瘤要不要开刀？我用易经帮他算了。我说你孩子的床位后面辐射线，啊，他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我呢唔正惊，那个唔正惊呢，讲讲未听，啊，最近呢常常发作，都昏去啊，啊唔知啥原因，啊，那牙起来要打爸爸妈妈。我说你那个电视机在那边。我说拿，不给你拿，拿了会怎么样？会跟我没完没了哎。我说等他去上课，你再拿掉就好了，回来就没有事了啦。他真的吗？真的，不然你告诉他，老师宣博士的师傅要我拿的，叫你说如果有问题，你去找宣博士的师傅。我你可以再叫他来找我嘛，回去真的拿掉了。孩子上课回来了，也没有吭声。那天晚上也不想看电视。第二天、第三天，哎，都没有讲话哎。他的老师啊，奇怪，孩子他怎么不会讲话呢？我说就是毛病在那边。这现在我们现代人常常烦恼的事情，这个是风水。还有一个那么风水呢，早期在台湾。啊，在十几年前，啊，孩子呢都挂耳机，啊，那时候听的 disco 的音乐，啊，耳机挂了在带害逃，啊，听害这个，哦，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耳机呀挂在耳个两点，气音声没有办法散，就会散到头上来，气呀
泥丸宫这一点，就易经乾卦乾为天，就是泥丸宫那一点。现在很多家长带小孩子到仙佛寺呢，我看到这个带的这个呢，我就刀子拿了把它剪断，我不怕孩子生气。我说小朋友啊，你这样很难看耶，很难看的，一个你有没有看到证明他是这样。我这我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了啦，你这不行，读书会退步啊。结果呢剪掉了回去了，哎，渐渐成绩又起来了。因为现在你们看到很多耳机挂两边的，而且音乐特别的强烈的音乐，那个气也是往上升。泥丸宫本来是前三年，而那个声音是震，这天雷勿忘，雷天大壮，叫做六冲卦，易经的六冲卦，一冲呢，会把这个泥丸宫呢，本身自己的思想在挑战，在交战，啊，在我们的移动，后天的震动视为木，啊，这个先天的视为乾，金克木，乾卦为金，金呢就是长辈。后面的声音是年轻的，后天的，所以先后天相克。恁刀公恁刀的，爸爸你讲你的，妈妈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做你行，啊，我行，各不相干。这个也是风水耶，都是很多很多这一种是朋友小朋友。所以一段时间呢，我在台湾电视台每天早上六点半的时段呢，啊，六点到六点半的时段呢，啊，我一直在呼吁这一点呐，啊，希望家长们有小孩子听音乐，你那个两边挂着那又另当别论，啊，你的身上带着啊小。VCD 啊，然后呢，耳根挂着呢，啊，那个声音到最后来呢，一个问题都一直来，啊，所以风水这个是风水耶，我们风水不是只有在什么方向，风水的真谛，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感觉的，舌头所感觉的。身上所感觉的这五行五种感觉在运行在我们的身体啊，在血液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所看的所听到的都是五行，不是一真正一般所讲金木水火土的相克而已，而是眼耳鼻舌身，这就是体，这个风水的法则。若是我们悟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风水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风水，息息相关。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呢，很喜欢喝酒，喝酒回来呢，他们的酒瓶呢摆在他的办公桌的下面，啊，一叠一叠叠叠起来，叠很高，一直叠起来，叠很高了，叠了将近120瓶。好，我到他办公室呢，我一坐下来，脚一贴，哐下来，酒瓶。我说奇怪啊，好，我说你最近应该很多事情都卡住了，乱世无头。他老师你怎么知道？瓶子下来，哐，易经的震卦有声音吗？啊，你就是装水的，装酒，酒就是水嘛，就是水雷屯，水雷屯就乱丝无头啊。64卦里面的就水雷屯，啊，乱丝无头，啪个 Q， 最近你的都没有进账哦。对啦，酒瓶有增加啦，但是是没有进账。水雷屯一心卦就是没有钱嘛。没有财啊，而且乱丝乌头啪个球啊，他问了怎么办呢？就跟他提掉，
把酒瓶的拿掉，因为人守护神，守护神就是祖先，你走到哪里都只跟到哪里，守护神你头脑想着都是这些酒的时候，你会养成习惯，那你不喝也不行。我说你拿掉了就搬出来，哎呀老师23年的呢，23年有什么用，你如果一败涂地23年也爬不起来耶，什么23年的酒，人是活的，酒是死的，人不能被活，被那个活活的，被死那个酒的缠住了。哦，他我悟了，我通了，马上搬，我一起帮他搬。我他去多他搬呢，我把个闪掉，闪掉就赶快赶快啊，闪到了，闪到腰。我哎，哈、啊，这一下业障我替你消，替你担了。他、啊、怎么样？啊，我闪到了嘞。啊，老师好，我这里药膏刚好又有药膏，好、啊，他搬掉了，哎，稳下来了，渐渐的来，这个是易经，所以我想到，啊，到我们洛杉矶来，怡华会友，当然我们洛杉矶有好多好多的前辈，啊，还有研究易经风水武术方面非常有成就的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华人同胞呢也很多，但是我们来，我们不是来挑战，我们也不是来这，我们怡华会朋友会亲，会这个亲，将我所领悟了，啊，将这个妙法来传开来，给大家能够啊了解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我们这次来最大最大的目的。所以啊，我们传这个法，我们是传心法，心法呢，就日常生活之中所会发生的事情。在去年的9月6号。啊，我们在台湾长期山修佛寺举办了啊，为期3个月的世界华人易经心法风水学养贤班。啊，我们完全免费啊，邀请我们的华人，凡是会讲中文、会写英文、看得懂那中文呐、啊，了解中文、写中文、讲中文的，回到。长期山修佛是完全免费的，有将近3个月，刚好我们马会长马黄思明马会长呢，哦，他舍弃所有的工作，就都回到修佛寺，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接这个法，接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真理和妙法，啊，回来了，马会长回来以后呢，他一直要说师父啊。我们洛杉矶能不能开班，将我们维新中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把它传到洛杉矶来，我说好啊，啊，但是你要帮忙哦，你要费心哦，啊，你在这里开课由你来开课哦，啊，他说好啊，啊，但是怕说很深的就不敢讲啊，深的不要聊啊，聊浅的就好啊，聊得浅浅的，但是有帮助啦、啊。深深的伤不了人啦、啊，浅的才会伤到人呢。所以，我们啊，那易经大学的哈，我们这分校那个匾额，简直拿上来哈。啊，所以我们决定呢，来到这里，跟各位怡华会友，无论什么样，黑人、白人、红人、黄人。啊，绿人也不管怎么样，风水就是风水，对人都有影响。啊，我们一位师姐，她是政大，啊，政大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台湾非常啊有成就的啊一位教授，也姓黄。易经是大学，大学。
在七年前呢，我到他家里去，啊，他要我到他家里去看一下，啊，我去看呢，结果呢，他的墙一个墙角，他的灶位刚好在这里，灶位刚好对着墙角。我说黄教授，你喉咙出毛病了。说是啊，我上课十几分钟都讲不下去了，要等一下才能再讲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好几年了。我就这个脚尖尖的射到瓦斯炉，所以这个是封喉啊。那么你把瓦斯炉移掉，你就好了啊。他真的好，赶快就移，马上移了。过了几天呢，上课早上上到晚上，喉咙没有问题啊。找遍所有的医生，也是医学上没有办法去解决了。所以这一些呢，我都在这本《阳宅风水学面面观》。而这一次呢，我刚才接收到我们这么多的当地我们的善知识们送给我那么多的宝贵的啊礼物纪念品，但是我这次手上没有带礼物来，我只有带了这一本礼物来，法宝。而这个礼物大家都用得上，这个礼物呢你街上买不到啊，烦恼的时候要解除了，你买不到法可以解除啊。但是呢啊，我们呢这个法是各位你们每个来就有的，就已经有了，不是说我发明，我没有发明，我是发现了，我用印证了，在这么多年来印证，将面对面，啊，结构员将近有40万的人次的信众，啊，一一的了解讨论结果呢，我把它用为作为一本。啊，风水学啊，阳宅风水学面面观啊，以前我名字叫做这个风水学讲座，阳宅风水学讲座。所以你们回去了，你们可以慢慢的看啊，我写里面写了非常的教条式的，一条一条式的教条式了，也等于说像啊，在三年前有一次呢。好，我们就到大陆去名胜古迹去参观，啊，到北京餐厅，啊，吃饭的时候，我送了一本，也是这个书内容完全一样，送给他们的经理，啊，经理呢，一看看看看看呢，在里面喊出一声很大的声，哎呀，不得了啊，这一本比毛语录还有用。比毛泽东的嘛，毛语录还有用。毛语录我家里不平安，没有办法帮我保佑。这本书呢，里面我家的问题我找到了，就在这里。要问了还有没有？没有，我只有带了，只剩这一本给你。哦，我很高兴，说比毛语录还有用。啊，这个是法，用得到了，是真理。所以。我们这个船今天带这个法宝来给各位，是经得起印证的，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实践的妙法，传给各位。若是各位啊，你们以后还要的话，我会陆陆续续用海运，好，都寄一些来我们马会长这里，你们可以直接来马会长这里请回去，完全免费。但是要告诉各位，你们请回去了，不要看像一般的善知，看一看丢在垃圾桶哎。如果要丢到垃圾桶，请你们啊寄回去台湾给我，邮资我出。好不好？啊，你们留起来，孩子也会买房子，孙子也要买房子，啊，一直要不都会买，
但是不能违背这个法则，违背这个法则保证不平安。你放心好了，我不是 在恐吓各位，我将我印证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所印证的真理法宝啊，今天带来这里送给我们啊美国所有有缘的华人朋友啊，希望各位会喜欢啊，希望各位呢啊能用得上。关于风水学啊，如果要以专业来论，当然就很深，你等要等到专业论的时候来不及了，尿已经撒了一把尿在半路上了啊，那个来不及。那我说嘿，肚子饿了，到啊这个披萨店或者是这个面包店也好，买了先天再讲，不要问说卖什么时候种才会漂亮，卖怎么收锅啊，这个卖面粉怎么制造，先吃了再讲，然后才有精神来做。尤其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有在学佛啊，你学佛是上圣法，你在拜耶稣基督也是上圣法，但是家里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在佛的前面，在天主的前面，在耶稣的前面，只有无奈，耶稣啊，我今天等一下去打针，佛啊，我这个针哦，请你里面帮我加维他命 C、维他命 B， 拜托哦。那么你在也是解决不了问题，你门出去了，刚好一只电线杆，大门出去的电线杆啊，冲着来，鼻血，啊，头脑、眼睛开始一直花，啊，还有是非一大堆。那怎么办？你这个没有解决，你在求耶稣，真的耶稣有口不说话呀，上帝有口不说话呀，菩萨有口的多嘴婆啊，你要找到菩萨才能告诉你原因啊。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众生无话无口啊，话越多啊，为什么呢？众生有嘴啊，话又那么多，该讲的也不讲，不该讲的乱讲，弄成我们莫口奈何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若是闻出去了，碰到一只电线杆，我建议你一个好方法，你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的电线杆，我们眼睛那个高度那个地方，你把它贴个红红的贴纸也好，或者画个红红的这个圆圈也好，那么各位虽然是对面的，但是你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贴一下，就踹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再踹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轻轻的踹一下，你不要踹太大力哦，太大力你脚扭断了，那个我不负责，轻轻的就好。哎，这个你渐渐就会好起来，很简单。所以我们传了法很简单，不是很复杂呀，狮子大开口。那我们家里很多的横祸都会发生，那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大家要讨个吉利，喜气洋洋，在我们的院子下面，你把它挂个漂亮的气球，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啊，你可以把中国人那个灯笼拿来挂在门口上，灯笼，那个狮子开口呢，它就会狮子戏球，哎，金狮戏球发猛财呀。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说，特别要去找
入口来冲啊。哦，不要这样啊，这个也是风水很简单的一个法则。好啦，我们啊马氏会长呢回来以后，他一直努力的筹备啊，筹备呢要成立啊在洛杉矶的啊分校。尤其呢啊刚才有我们台湾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洛杉矶分会啊所有十五位啊理事们啊你们的花心布施，我们台湾台中一个台中道场的建设，建好了以后我们会传更多的法。我们自己也有一家禅机山卫视台啊，一直希望将这个妙法广传。现在在台湾啊，我们在台湾电视台早上的无线的啊，早上6点到6点半呢，已经讲了2400多位啊，400多集，2400多集啊。啊，台湾数位电视台晚上11点半到12点，我们在去年就开始一开播，也在讲解《易经》，就讲我家的风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很多的印证，希望各位呢，啊，大家能够把它接回家。啊，我们各位。洛杉矶的华人朋友啊，风水学的如果一条一条练啊，可怕练不完，回家很简单，你们自己看啊，而尤其里面有很多的图啊，看一看自己搬就好了，自己搬。在台湾啊，我们东元电器的啊老夫人啊已经90岁了，他早上来带着台式的听一听，他就搬，他听了听，一天搬一个，两天搬两个，整个全部搬了啊，自己调整以后呢，哎，花姐心里很安定，很舒服，所以眼睛看得舒服了，就风水学。你花姐有点奇怪的。那个就违背风水了。那我们在今年9月6号照常会开第二班，若是各位啊，你们有兴趣要学风水和易经的妙法，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啊，然后帮助他人，这个法我欢迎你们可以向马会长报名，我们名额有限啊，今年呢也更多了。所以我们风水的妙法，我们不要把它当为迷信，是一种环保学、医学啊，还有环境学，它的最高境界就是风水学，再进一步最高的境界就易经。所以易经要讲呢要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在基础上都有传授，希望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有信心、有兴趣要学易经的话，你们可以来，啊，我们马会长这里，大家一起共同来研究中华文化的法宝。至于很多很多的印证。啊，我也希望呢，在我们远地的朋友们，你们在台湾早上6点的时间呢，啊，或是晚上11点半的数位台，啊，如果能够接收到了，我欢迎各位利用一点时间，你学到这些话，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记住这本。阳宅
风水面面观里面的真理妙法，对各位都有帮助。而且啊，你们看了，我相信你们看了悟了，我就是送上，随时送上一个大礼物，法宝礼物给各位，也代表我的一片的诚心，和代表我一片的欢喜心啊。在这里呢啊，谢谢我们马会长还有所有的啊参与这一次筹备的啊，谢谢我们馆长和处长啊，这一次能够借给我们这么好的这地点呢啊，来大家以法会友，以法会心，谢谢各位，谢谢。